你孩子的嘴唇，你孩子的心思，我讲出的话语不是我的话语，是乃是你话语，乃是你孩子要听的话语，使你每个孩子的生命被改变，使你孩子的生命完全被眺望起来，使你的孩子被你恩膏，被你差派出去，成为你福音的管道。谢谢你，把一切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求， Amen， 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上帝的热力和我们的热力不同啊。上帝的热力、是希伯来的人的热力，就是他们的现在从创世纪到现在，从开始创造人类到现在是5784年，对不对？5784。但是我们的阳历就是2024，你看很相像啊，四四两个代表四，但是5784是从去年的九月到今年的九月，但是我们的这个阳历是从这个一月到今年的十二月，所以有点的这个 overlap 啊，有点 overlap。但是上帝的这个热力的84是什么呢？四的号码意思是开一道门，什么门？我们要现在要上帝来跟我们讲。我祷告的时候，上帝说我要为 SLA 开一个门。上帝什么门？上帝什么？上帝给了我这个信息， Amen。 这个是什么门？等下我们看啊，什么门？上帝说，弟兄姐妹请注意，这个门不是我开的，是上帝开给我们。所以抓住这个门，这道门，这个今天我们有唱歌，一个歌是一门是天门。我没有跟他讲我要祷、我要讲什么道啊，心里猜姐妹他，我想当地我不知道有，我们没有唱过一个歌是有门的，但是上帝今天晚上印证了，所以这个今天的道不是我要讲的道，是上帝要给我们听的道， Amen， 哈利路亚。如果你我讲道就是没有双方面的、我讲不了你不能不讲，你不明白你过的可是要跟我问我， Amen， 或者是改天。谢谢大家。OK， 希伯来人5784，阳历5024，两个都是四。如果你加起来呀、加起来，5712加四十二就是24，很厉害。我们的阳历和我们的这个上帝的热历，真的是很配的，明白吗？所以不是偶然的，弟兄姐妹，真的不是偶然。2024年。你问我怎么样对世界的人，对那些外邦呢？不容易，是一个更有挑战的一年，很多很多有什么事情发生，很多很多。你看我们今天新闻，你打开看报纸看到很多东西呀，有这个日本的地震啊，等有这个我们有这个日本的飞机撞啊，在跑到那边撞，还有什么？还有那些我们有你知道这是9月啊，九月开始5754，所以有这哈马斯和以色列的战争 ，Amen， 都是不是很大的挑战。还有现在是北韩有什么武器，核子武器的挑战，核子武器 ，Amen， 所以这个不是这个真的是今年真是一个非常挑战的。你问我，基督徒怎么样呢？基督徒的生活怎么样？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命是怎么样？但是我们有生命，有耶稣基督的帮助，我们有生命，有上帝的恩膏，我们不同，上帝会我们开。今天的今年的这个希伯来的这个热历是说第四是开门，哇，很多门可以开。但是今天上帝跟我讲，今年我要开帮这个生命团体开的就是一道福音的门， Amen， 哈利路亚。如果你有弟兄姐妹，你有家人没有，还没有信主啊，这个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这个生命团体今年会带很多人来信主， Amen。 为什么我知道呢？从我们的这个圣诞午宴，我们看到很多很多，我们没有怎么样去做，但是我们有60多为台，还有新地菜姐妹没有参加，但是她自己能够带的是17位设计台， Amen。 很多很多人都要回来神的国度。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话语。上帝还没有给我们这个信息的时候，他会差派人，他会给我们一个信息，他会跟我们讲，就好像耶稣还没有来，旧约你们听清楚我讲什么，旧约就有以赛亚书讲耶稣会来，
明白吗？每一本书在旧约都说耶稣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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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在2000年，耶稣2000年前耶稣来了，阿门。我们的这个阳历就是个照着耶稣诞生那时开始，我们是2024耶稣来了，2024年，阿门，哈利路亚。所以这个5780到5789就是这个希伯来有他们的字母表，字母表每一个字母有一个图画，或者是有一个 picture， 有一个图画，每一个字母有一个图画，每一个字母有一个号码。所以从80到89就是我们2020到2029，它的字母是什么？ pay 是口。所以这十年，上个十年是眼睛，这个十年是口，我们要讲。我们的上帝要恩膏我们嘴唇，讲他的话语，讲什么？不是唠叨的话，不是闲话，是上帝的话。我们一定要抓住啊，上帝的话才有力量，其他话都是没有力量。Amen。所以这个十年我们要讲，如果你不喜欢讲的，你都是要讲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话蛮有能力，上帝的话可以翻转生命，上帝的话可以医治，上帝的话是可以起死回生。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谨记。 Amen。 还有诗是什么？诗是一道门，诗是一道门。 Amen。 哈利路亚。我们再给你看一看这个希伯来的字母表，字母表你可以看到字母表很多字母。今年就是达利啊，第一1234一二三四，第四个是这个。去年是吉庙，给庙就是骆驼啊。今年是达利，达利是门，上帝为我们开门。Amen， 哈利路亚。配就是八舌，这个是口，看到没？这个口，我们再给你看，有每一个字母都有号码。第一个是那个牛，第二个是家啊。一个 house 夹门啊，这个就是夹这个 camel 骆驼，这个就是我们今年的门。OK， 第八十的呢，那嘴巴，看到 mouth 嘴巴，所以我们用嘴巴开门。很多人用锁匙啊，你可以用锁匙开门。上帝用我们嘴巴开门，开这个父民门。所以今年开，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我祷告是什么门？什么门？上帝，你要给我们开。上帝，我会为你开门，开门。开启福音之门， Amen， 啊，哈利路亚，开启福音之门。我们要学习，学习，开始的教会，开始的教在使徒行传那开始，开始的教怎么开始？啊，教会怎么开始？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教会开始的时候他们不同，跟我们现在不同？他们充满胆量，他们充满了，为什么会这样？上帝偏。爱咩？上帝那时候的上帝比较强，现在上帝比较弱咩？不可能，弟兄姐妹，上帝是也昨天是一样的，今天也是一样的，上帝明天也是一样的，对吗？上帝没有改变，改变的是谁？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一定要抓回，回去起初的爱，回去起初那个上帝赐给我们的力量，很重要啊。那刚才我们唱的是求你给我们力量啊，起初的力量。一开始力量，我们失去的这个力量，为什么失去的力量？我们这个给这个世界骗了，给这个世界，引走了，给这个世界影响了。所以使徒行传我们开始第一次讲到使徒行传第一章讲什么？耶稣升天，对不对？使徒行传第一章是耶稣升天，第二章是什么？五旬节圣灵来啊，第三节是什么？神迹发生在美门，一个瘸腿的40年的会走了，瘸腿出生，瘸腿的那还不是神迹吗？谁能够医治瘸腿的？你问我，如果医生怎么样医治瘸腿？瘸腿根本你说哎呦换那个脚了，换了假脚不能够的，神经线已经坏了，神经线不能够换，神经线不操作就是这样了，只有上帝才能够医治神经线。一个人真的是那个瘫痪了，弟兄姐妹，怎么样医呢？我们医生不能够啊，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开刀医生，你找他就不能啊，神经线没有的补回去的，神经线没有的能够恢复的，死就死了的，弟兄姐妹，这个是神迹了。但是那些人明知是神迹，
都不相信，所以第三章是神迹，第四章他们传道了，很兴奋了，你看上帝透过这个十二门徒去医治了，但是那些人呢，去医治被逼迫，门徒被逼迫，为什么？那些长官啊，那些殿官啊，那些祭司啊，那些撒都该人啊，他们就哈，以前我们有看到这样神迹，现在有这样子，哇，他们很多人相信耶稣哦，我们不可以啊，我们地位被威胁，我们要他们阻止他们不要传福音。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那个就是我们起初的这个上帝的力量，起初那个福音怎么样传遍，是现在我们要回去起初他们那种门徒的胆量。 Amen， 哈利路亚。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二十节，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看见什么？看见神迹，看见那个四十年了出生瘸腿四十年在美门那边讨吃，不能够做什么，只是讨吃，不能够做工，完全瘫痪，但是上帝使他痊愈。所以上帝不是要是给他，不是要给他钱，那是他是讨钱，钱啊，给我钱我不能够生活。我们都是很乐意给他钱，因为他不能够生活，不能够做工，但是上帝不要给他讨钱，从今以后他能够赚钱，那还不是神迹还是什么？谁能够做？魔鬼可以做吗？做不到。有些病魔鬼可以医，因为他是堕落成的，他的能力是有限，有些东西起死不能够回生，好像是神经线，只有上帝能够，上帝能够医治神经线，上帝能够头脑破损，上帝能够医治。 Amen。 我们所看见所听见，我们所看见那个神迹，我们所听见那个被医治人做的做见证，我们不能不说。弟兄姐妹，为什么他们能够这么有勇气？不能不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一开始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不敢讲我是基督徒，我不敢讲见证，因为我的朋友都是非基督，我很怕，我怕他们拒绝我，我怕他们不要跟我做朋友。那时候我们还不认识很多耶，很认识耶稣，那时候我还是信的基督，那时候还没读圣经。但是当我读到这些经文，我不再是胆怯。弟兄姐妹，我要勇敢，我要有胆量，好像狮子一样。恶人箴言第二十八章第一节，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恶人，你问说哎呦，谁是恶人？那杀人犯法？不是。弟兄姐妹，你知道什么定义吗？圣经的定义恶人是什么？不相信耶稣的就是恶人。哇，你讲都怪你讲得这样严重。对呀，他是创造我们父亲啊，我们不认识啊，不是恶人咩？你都知道了，我们不孝顺父母怎么样？被雷劈，那么啊，如果你不那个，我们的父母亲是我们的好管家，管我们，我们创造者更大过我们父母亲，我们不认他怎么？什么东西比被雷劈更严重的？鱼塘。你自己有讲了，我说我不要讲了、啊、OK。 恶人虽无人追赶逃跑，义人却胆壮像狮子。 Amen。 我们很胆壮，为什么我们会胆壮？我们开始要看、啊、要看这个使徒行传的门徒一开始、啊、彼得和约翰他们这么讲厉害，他们会被随时砍头嘞，抓去监牢，他们不怕，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是真神，因为他认识他们的天上的父亲。 Amen， 哈利路亚。我们看胆量见耶稣，我们使徒行这个就是他为什么他们这样、有胆。一开始他们跟随耶稣，这些门徒彼得约翰他们跟随，看到耶稣做神迹，看到耶稣起死回生，看到耶稣、平静风浪，他们都知道，他们还，但是他们还没有自己，他们耶稣有差派他们出去两个两个人七十个，他们都 有神迹，但是现在耶稣离开了，虽然他是耶稣差派的，他没有跟随他们，但是他们还在哦，耶稣还在那边祷告着，现在耶稣升天了、啊、他们讲喂，我们可以不可以好像做也、好像做耶稣做的东西呢？可以不可以啊？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十节十四章十二节上，你们可以，我离开了，你们比我做的更多，你们比我过的神迹更多。是耶稣是说你们有你们的号，你们有人数啊，我没有人，我一个人做不了。
当然耶稣上帝道成肉成的是一个人，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数，所以上帝需要我们弟兄姐妹做圣工，做他的圣工， Amen， 做他的圣工， Amen。 你来看，有一个人生来瘸腿，天天被人扛在被抬到抬来放在店里，一个名叫美门啊，要求进店的人周济。他们见到彼得约翰进圣殿，就求他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着他说：“你看我们，我那人就留意看彼得和约翰，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没有。”今天我们唱歌有唱金银珠宝，金银啊财宝我没有，金银我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耶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字叫你们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左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趾和脖子骨立刻健壮起来。弟兄姐妹，死的神经线，残缺的那个关节全部健康起来，谁能够做？上帝啊，很清楚，是神迹来的。弟兄姐妹，你我明白。我们看，虽然很多字，弟兄姐妹不用担心，我要看你看的就是那个被highlight 的啊。OK， 我要你看的是被 highlight 的。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为什么他们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来没有学问的小民，就是没有学问，没有读过书啊。为什么？上帝用没有读过书的人，为什么不用读过书的人？因为他要展现他的力量，他要给你知道不是你，是我。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们传福音，不是我们的力量，是上帝的力量。我们是愿意，还有我们available 啊，愿意和 available 叫什么华语啊？available 啦，愿意啊。OK。这个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为他们是跟过耶稣啊，这个很厉害，跟过耶稣。他们那时候跟耶稣在一起，我们现在没有跟耶稣在一起，我们怎么样来有他们那种经验呢？那个就是我们要学的。弟兄姐妹，不需要耶稣在这边跟我们行走，我们才有胆量，才有信心。不是的，耶稣离开了，他没有让我们成为孤儿，他差派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那个就是我们要跟他建立关系的。我们要跟圣灵建立关系，跟耶稣建立关系，换他同心同行， Amen。 又看见那个被治好的人就一起站起来，站着就无话可讲于是吩咐他们，你是弟兄姐妹，你看啊，很对不起，很多字啊。又看见那被治好，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和他们一同站起，看到这个神迹，这个跛脚的，这个残缺的，从生出来就残缺，40年残缺，跟他们在一起蹦蹦跳跳侍奉上帝。弟兄姐妹，是神迹，这个是神迹。但是他就无话可说，他们这个文士，这个撒都该人，这个是祭司，他们都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怎么样来？他们那时候他们治理这些这个圣殿的东西，他们管理，他们就是那个最高的领袖。现在耶稣来了，他们不能够医治，不能够起死回生，他们这些无教义的人，很瘦很少的教义的人，衣服啊，不是财主啊，不是有钱的衣服啊，没有受教育的，他们有这样的胆量，他们有这样的神迹。弟兄姐妹，上帝就使用他们做神迹，就吩咐他们从会教堂出来，就彼此上他们讨论。他们不能够否认这个神迹，神迹在眼前，他们知道40年在祷次，现在不用祷次，怎么会这样？他们要否认，他们这个假的，他们不可能否认。亲眼看到那个敌对耶稣的也看到，那个跟耶稣在一起一起做过的也看到，敌基督也看到，基督的人也看到，不能够否认，事实在眼前。我们当怎么样为之两个人呢？我们当怎么样办？怎么样为之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神迹啊！我们当怎么样为之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就是彼得两个人，就是彼得和那个约翰。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这个城市
人都知道这个人四十年，四十年讨吃，四十年在美分，四十年不能行走，要人家刚他来到买门，他要讨吃都要人家帮助，完全不能够自立。但是现在可以跳舞唱歌进入圣殿敬拜上帝，可以做工赚钱。弟兄姐妹，你信不信都要知道这个事实，你怎么样否认这个神迹？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个神迹。 Amen。 王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啊。他们都说哎呦，不可以说没有神迹，不可以说没有这个神迹。唯恐这件事越发传扬民间，我们必须捅下他们。哇，捅下他们。弟兄姐妹，好像谁？魔鬼。魔鬼就是吓人哦。这个骗局，骗局通通骗来骗去，爱情网了，投资了，通通是恐吓你啊。恐吓，恐吓不是从上帝来的，恐吓是从魔鬼来的。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了他们进来，他们来啊，叫彼得、约翰来，禁止他们总不可以奉耶稣的名讲这教训了。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自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听从你，他们就算是他们不是信耶稣，他们是怕神的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怕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用神的名字有时候可以过感的。我很多时候警察、交通警察，哎，多少你这么红灯还冲红灯，呵呵，对不起，给我承担呐、啊？为什么我怎么样帮你，你不用需要帮我，我错了，我是基督徒，我不能够给帮你哦，怎么我可以帮你，我不需要你帮我，上帝帮你。他们就哎呦，以后不要啊。他们都是怕神的弟兄姐妹，你说我是基督徒，我是敬畏神的，我不给优弱的，他们都是怕的神。不管只是外邦人，外邦人也是怕神的弟兄姐妹，他们知道有神，但是他们不能够顺服神。 Amen。 这些文士，这些撒都该人，这些祭司，他们看到神迹，他们可以信耶稣的吗？为什么他们不信耶稣啊？为什么 Evelyn， 为什么他们不信耶稣？信了耶稣找不到吃，他们就是要人家 support， 要给他钱才能吃。信了耶稣不能够做这些东西了咯，不能很多东西不能找到吃。弟兄姐妹知道啊，你知道什么原因啊？所以我们信耶稣一定要用我们心啊。哦，你 know， 有些东西不能够做就不能够做吧，上帝你来照顾我吧，你照顾天上的鸟，照顾地上的那个草，你要照顾我吧。 Amen。 只要你信，有信心就可以了。弟兄姐妹，不听从神，在你们面前喝礼物，你们自己酌量。我们所看见所听见不能不说，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惩罚他，不，没有办法了。他们也是知道这神迹，没有方法，拿他们没法啊，没有法子，又恐吓一番，吓咗又吓啊，魔鬼就咁吓吓吓，嘢都吓，打电话吓你，你唔俾啊，你再唔俾咯，呢个仲要吓吓吓吓，魔鬼的方法。弟兄姐妹，当人家吓你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祷告？吓不是从上帝来的呀，不要怕人家吓你啊，把他们是放了，最后放了吗？啊，又没有惩罚，放了啊，这是。因众人所行的其实都归荣耀耶和华，荣耀神，原要借着神的神迹医治好那人，有四十多岁，弟兄姐妹，四十多年被医治，四十多年对我们来说，四十多岁，哎呀，好像是第二阶段了咯，没有什么用了啊。但是上帝不看年纪啊，上帝你几老他都是医治你，因为你对他是，他对你，你是他的宝贝。 Amen。你是他宝贝， Amen， 看到吗？他们没有办法还放掉他，因为全部人都是荣耀上帝，全部人，你看，所有的人都归荣耀一神， Amen， 哈利路亚啊！不要紧啊，很快就都完了。两人既被释放，又到了会友，就是基督徒了。所以那时候就是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这是祭司长，这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就同心合意。第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你曾借着圣灵托你的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何争闹，万民为何谋算希望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宰相也齐聚，要抵挡主，
并主的受膏者西利和本丢西利和本丢比多拉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奇迹，要攻打你恩膏的圣仆耶稣。攻打圣仆的敌对就是现在他们啊，以前还没耶稣还没有要钉十字架的时候，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看到上帝就是这样厉害，敌对的人那些敌基督，他用敌基督来帮助他成就他的旨意，为我们救恩的旨意。 Amen。 这个就是上帝，我们上帝很厉害。如果他跟秘密啊，或者是这个旨意让魔鬼知道，魔鬼一定不会杀耶稣，对不对？一杀耶稣他的力量就完全没有。所以上帝很厉害，上帝真的是很厉害。用犹大啊，犹大要骗他，要为了钱，他用犹大的那个坏的种子成就他的旨意。但是他可以恢复犹大的背叛，但是犹大自己不要，要听魔鬼。这个彼得又不同，彼得一样是否认耶稣，一样是出卖耶稣，但是彼得愿意被上帝重新恢复他的那个信心。 Amen。 彼得不同，彼得回转，犹大还相信，还往魔鬼那方向走，不好意思回来，没有脸回来。不要有脸，耶稣有脸吗？很多人说我面子的关系，我不能够这样做。面子自己要钱，你连面子自己要钱，你要钱，你的面子我可以给你要钱，不要为面子。耶稣没有面子，你就面子没有，不用面子。所以我们在面子是想给众人是说好的啊，众人是说好的。有时候面子是不是只是说好，不需要啊，我们说实话啊。 Amen。 成就 OK 啊，他们统下，他们就在主里牵插，一面叫你的仆人大胆放大放胆量啊，胆量啊，第二次胆量，将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医治治病，称之出来，并且使神迹奇事，因为你圣仆耶稣的名出来祷告完了，机会地上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弟兄姐妹，他们的胆量这么这样大，我们胆量为什么这样小呀？什么原因？哪里出错？我们看哪里出错，三个重点。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胆量这样小？可能我们也没有这个三方面的这个认识，很重要。这三方面，一个是认识，认识耶稣不是知道耶稣，认识耶稣是跟耶稣有关系，认识耶稣是体验耶稣的拯救，体验耶稣的力量，体验耶稣的同在，体验耶稣的荣耀，很重要。弟兄姐妹，认识耶稣不是知道耶稣，知识是没有力量的。我读很多医科的知识，如果我没有去设用，我没有去用应用那知识，我没有，我不会成为一个好的医生。所以医学我们是学习两年半，你读这个知识两年半，你要行医，不是给你license，是给你学习在医院里面跟那些医生已经有牌的医生看他们怎么样做，有时候小的东西他给你动手，这样我们就能够。还有不用毕业了，两年学习医生，做两年要学习啊，还没有真正有 license， 那个是 houseman 呢，要等你两年过后啊，你才可以给 order， 才可以给 order， 才可以给命令。认识耶稣不是认识耶稣的那些知识，认识耶稣跟耶稣同心同行。 Amen，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是活在一个非常非常兴奋的这个新约里面。你看旧约圣灵，他们要求圣灵，上帝的门徒要求啊，或者是他的门徒要求他的那圣灵来到他生命，才能够讲预言，才能够做神迹奇事。在耶稣的时代，在福音的时代，耶稣跟着在旁边啊，有耶稣他们就看，耶稣，我们快死了，你看风浪降大，求你为什么你还睡觉？耶稣，你们都不知道我在你旁边呢，你怕什么呀？
我是不会死的，你怕什么？我是上帝来的。所以他们啊，看到耶稣行神迹啊，平静风浪，还有拉撒路能够起死回生 ，Amen。还有他可以瘸腿的可以医治，瞎眼的可以看见 ，Amen。那个就是上跟上帝有的关系啊，认识相信上帝是具有主权啊。为什么上帝具有的？等下我们看呢、啊，被圣灵充满，这三点很重要。认识耶稣是他的儿子啊，对吧？耶稣啊，上帝是谁？耶和华。儿子耶和华，圣灵是谁？圣灵，所以三位一体，弟兄姐妹，这三个我们一定要有。有些异端异教不是耶稣不是主，耶稣是先知啊，那不可以了。上帝是上帝，耶稣是谁？耶和华见证哦，不是 you know, 我们是耶和华，相信耶和华，那个是他的孩子，不跟他不是平等平坐，这三个神是平等平起平坐的 ，Amen。哈利路亚，怎么样认识耶稣？祷告很重要，祷告是三方面，祷告你能够跟上帝交通交往，他可以讲话，祷告不是你讲，很多人只是祷告是讲，没有停下来，上帝要讲，他是你爸爸，他一定要讲的。你回到你家见爸爸的时候，在远地方回来或者在外国回来，你讲多还是爸爸讲多都不要紧，总之两方面都要讲啊，孩子讲了讲够了，都他爸爸讲了，对不对？或者爸爸讲了，等下再孩子讲。读经很重要，读经，因为上帝的话语就是他的道，就是我们的这个手册。人的手册就是圣经啊，上帝怎么样创造你们是话语啊，他的话语在那里，圣经啊。你如果没有圣经，你是有什么经？难经。家家有本难经，所以很多难啊，苦经，很苦啊，苦啊，啊！你看，你教你，你看看你弟兄姐妹是喜乐的脸还是苦脸呢？说很多苦经、难经、三字经，什么经都有，但是没有圣经就是不能啊！上帝创造用他的话语啊，他不是说哎用铁锤啊、用这个石头、用泥啊。来创造那个观，不是啊，他用的话语去创造了。弟兄姐妹，你要明白这点，所以我一定要有这个 menu， 这个是我们的 live menu， 这是我们的手册，创造我们的手册。我们一直要跟圣经跑，不是跟女人经、男人经跑。很多人，我要认识我的丈夫，我要读男人经，哪里有？Pastor Esmond， 男人经，你读过吗？你拍拍他讲，我不明白你啊！我要读男人经才明白，我要读女人经才明白，没有这样的事情，弟兄弟，你就真经就明白通通了，又明白动物，又明白植物，又明白什么人，全部都明白，通通在里面。这个一个完整的一个人生的东西，全部在圣经里面完整。所以有圣经，你就有切，弟兄姐妹。OK， 你要听到，很重要，听到。我们好像现在讲行道，一定要行它出来，因为圣经不是讲那些不设计的东西，圣经不是讲那些不能够行出来的东西。如果上帝教我们做的东西，圣经里面讲的是那些，小说啊，那些神谈啊、神论啊，那不这个是假神。上帝说的东西，每一样他的每一个这个原则，你都能够活出来的。他做难的，你做容易，你只要顺服上帝，你帮我，我做出来。你神迹有难做的，你做。容易的我就服从 ，Amen。很重要，听招生行道团契很重要啊，弟兄姐妹。祷告、读经、听到，诗上的这个字的啊，字的是这样。祷告、读经、听到是这样，行道、团契、服侍是这样，十字架。谁最怕十字架？魔鬼，魔鬼最怕十字架。昨天I think Cindy 在叫我打电话给以堂的那个朋友 Jimmy 啊，哇，他很乱哦，哇，他是第二代基督徒，很乱，说怎么你这样乱？就他讲Muslim 更好哦，我看到 Muslim 更好，基督教不好，为什么打来打去？哇，说你很乱哦，你第二代你对圣经没有什么认识，我考验他，你什么问题问我？我真的他不明白圣经，完全不明白，他明白的是那个不知道什么经。一本难念的经，一本这个诱惑的经，一本这个中东这个很乱经，乱来乱经，啊，有时候我们女人会乱经，
乱经就不好咯，圣经就好，有圣经就不会乱经啊。来，有时候你是五十多岁你会有乱经，那个是 OK 正常的，弟兄姐妹，慢慢乱经乱就没有经啊。但是你一定要有个圣经 ，Amen。你冇经都冇上过，你有个圣经就得噶啦 ，Amen。哈利路亚。你圣经都冇咩连经，咩经都有，傻经啊，傻。神经啊，神经啊，希望啊，唔系我讲啊，神经啊，冇圣经就神经，好嚟啦，也是好错好错，好好清楚啊，没有圣经就是傻经，傻经啊，什么都嚟神经啊，神经啊 ，OK， 十字架，魔鬼最怕十字架，我们生命有十字架就怕，我们生命只有这个就不怕，他不怕你，宗教主义他不怕，因为魔鬼就是宗教，啊，如果你有这个，哇，他就十分怕。所以上帝就是要死在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让人知道我们是不只是对上，也对彼此相对。 Amen， 我爱上帝，我要爱彼此相爱。 Amen， 很重要，弟兄姐妹啊，服侍很重要，每一个人没有服侍你一定要服侍，这个是很重要的，没有服侍就没有成长呀。我们学教这么多上帝的话语，我们要行他出来，我们 要侍奉彼此，侍奉用上帝的话语。 Amen。所以圣经班一定要唱圣经班，谁需要圣经班 Pastor Edmund、啊、一定要上的圣经班，问他，天天要问他，你不问他他就不去深的查考，越问他他越会要明白上帝会给你们知道。 Amen， 阿利利亚。想问上帝，上帝的主权很重要，诗篇，这个就是从诗篇来、啊、这个诗篇第二章，所以彼得和这个约翰、啊、彼得和约翰他就是用这个跟他们讲，跟他们会众讲啊，外邦人为什么争闹，外民为什么筹算，希望的是世上的君王一起来宰、一起起来宰、承载一同商议，要敌对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必发笑。你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上帝啊？你就是这个世界掌管，你就完全掌管，把上帝掌管。我们要敌对，所以你不用怕别人敌对你，弟兄姐妹，你是基督徒，你不用怕别人敌对你。他们敌对你，他们敌对耶稣，所以我不怕的。我说我，你很重要，你小心这个人，小心小心这个人，小心那个人，怎么样小心哦？这样多不好的人怎么样小心？不能够小心，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有保障、哦、才能够有上帝的保守，认识上帝咯，跟上帝有关系咯。魔鬼来偷窃杀害毁害，你看到吗？都得过来来偷窃杀害，你看到我来、哦、我就偷你的东西了，你看到吗？你看真该啊，都得过来坏人，对不对？但是魔鬼来看到吗？完全看不到，谁看到？谁帮你看魔鬼？耶稣基督帮你看魔鬼，不是、你自己看到魔鬼，耶稣基督帮你看。所以你有耶稣基督，你就不怕魔鬼，不用怕这个的。我们不是说不要小心这个人，小心那个人，因为那个人被魔鬼使用，对不对？但是那个人被魔鬼使用，谁知道？上帝知道，耶稣知道，圣灵知道。你有圣灵，你就怕他。那个魔鬼看到圣灵在你生命，你的恩膏，圣灵的恩膏，圣灵的这个同在，他看到你，不要嘎教他。晒时间、晒精神、晒口水，你隔咗嗰个冇圣灵嘅，边个冇圣灵嘅？搵一个冇圣灵嘅，明白吗？就是这样啦。所以你有上帝，你怕什么？不用怕，你高高兴兴、喜喜乐乐生活，喜喜乐乐的这个活下去。为什么要愁眉苦脸？你不知道每一年你的那个皱纹就加了咩？女孩子最是打不动，但是老了更超憔悴，没有打了，那个意思说老了打都打不到了。你看 Loss 吗？打，有时候看到他好像巫婆这样，对不对？啊，不要去打 Botox 了，让上圣灵来滋润你了。 Amen， 滋润你，给那液，你看到不是不可以 那个 anti-aging 啊， anti-aging 是什么？抵挡抗老，没有抗老了，慢老会的，抗老不会，慢一点老会，完全没有抗老的，老不死你要吗？很惨的、啊、老不死，老了很弱，不会死是很一个咒诅来的，弟兄姐啊 ，Amen。OK， 啊，什么事情啊？那坐在天上是谁？那坐在天上的发笑耶稣，哈哈，你们的阴谋，你们筹算，你们有这个在地上的智慧能跟我比咩？那坐在天上发笑，必
怎么我不知道怎么样，是笑他们。那时他们怒中自备，他们他在怒中，耶稣在怒中，在烈中惊吓他们。我已经立我的君王在锡安山，就我耶稣做王，做主，做弟兄姐妹，没有用了，我们筹算没有用了，我们计划在明天会更好，能够有耶稣就会更好。但是没有耶稣，你计划什么都 COVID-19 疫情来，你们知道吗？以前做什么很多破坏的，这杀害很多生命，你知道吗？你有想到吗？疫情没有来，但是耶稣想到，耶稣知道，所以我们有耶稣就有知道。我三年没有疫情之前三年没有投资，我都不知道做什么没有投资。那些时常找我投资的人都不见了，我是没有叫他不见了，他自己不见了。很奇怪的，弟兄姐妹，上帝知道，我们侍奉上帝是保守我们却 ，Amen， 哈利，我在疫情，人家很烦了、啊，钱了、啊，这个完全没有有，我看到我的这个这个银行了，看，哎，这样躲的，躲出来，不知道做什么，会躲出来没？生意少了会躲出来，很奇怪啊，这个天，耶稣才能够做到 ，Amen， 哈利路亚，我们看，相信上帝既有主权很重要啊，我们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你要明白。我们怎么样明白上帝？因为耶稣来了，耶稣说我和天父是一的，我和天父是一的，就是说你看到我就是看到天父。我们的天父是谁看啊？你看一代第十九章这里讲，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因为人都是你。哇，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刚我们唱歌最后头荣耀归给你。哇，哎喏，因为我们唱了几有这个圣灵的那个力量，凡天上地上都是你的，天上地上都是你的，你知道这个天上地上都是你的爸爸和我的爸爸拥有的，你怕什么？你怕找不到吃啊？基督徒需要找吃吗？有这样的天赋？完谁完谁？不用说天赋了，你是阿都拉的孩子啊 ，King 阿都拉，你都不用怕啦，你不是 King 阿都拉的孩子，你是天王的孩子。万王之王，万主，怕没有的吃，完食，完食难啊 ！Daniel， 完食艰难，谁说的？你爸爸说啊，不要听你爸爸听，没有啦，我讲笑的。这个爸爸说完食唔艰难，我供应俾你，完食艰难，完食。以前我爸爸做生意，点样生意好嘛？哎呀，三餐呢、啊？哇，讲得很辛苦。三餐等下年苦冇面苦苦，你 know， 好似好辛苦嘅三餐。里面冇 supper， 宵夜没有，三餐不了。真的很辛苦，我爸爸真的很辛苦。他养大我们孩子，车都没有一辆车，是那个练车做生意的，屋子就是一个屋子，所以养的很辛苦。我们知道很辛苦。我们哎，他老了，他借我生意啊，借我生意、啊。每一个人都不要接哦，咁样嘅揾食艰难，边个爱接哦？你话细佬爱接冇，都唔爱接啊！细蚊啊，细蚊甘唔甘面读书亦得面读书啊 ？OK， 你明白吗，弟兄姐妹？我们的爸爸是谁？尊大能力荣耀强盛为言，地上全部都是他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是至高为万物之首，万物之首，哇，丰富荣耀尊荣。都从你来丰富啊！我们的爸爸不是头耷耷眼湿湿，我们爸爸不是暗暗好，淡薄淡薄，高高高高 ，overflowing， 那你高高 overflow， 撒出来，满到撒出来 ，amen。你也是治理万物，在你手里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出哇，咁样嘅阿爸，你我点样啊嚟到呢度？所以你嚟到你敬拜领袖，每次看到都攞个很怕，为什么怕？看到他们头耷耷眼湿湿，好难唱。我讲你唱，你唱俾边个听？你边个去听啊？听我阿爸爸听，你唱俾爸爸听就跳啦。鼓励佢哋咧，梗系嘛？佢嗰度喺世界嚟，俾魔鬼呃晒咯，俾魔鬼咒诅，梗系好苦啦。嚟到教会睇边个能够鼓励佢啊？你成为一个鼓励嘅嚟咯，你唔好睇起面，你睇起面你唱唔到，唱唔到。耶稣讲：我唔爱呢个赞美哦，好苦哦，吓、啊。Amen， 我们来到上帝面蹦蹦跳的孩子这样，不要管，
我们要高唱歌，我们要欢庆欢乐，我们要喜喜乐乐来到他的门，用感恩心来到殿，用敬拜的心跳舞唱歌， Amen。 哎呦，见这个天王啊，我们见阿祖啦，我们要说头发又身材啦，衫又靓啦，见皇上未见嗰个边个我哋嘅阿公喎，系啊，阿公阿公讲九点嚟，你八点就坐喺嗰度等戏监屋。呢度啊，哎呦，八点开会，八点啲会，八点一个字才来，来不是高高兴兴来，说，哎呦好辛苦啊，哇拖住啦，拖住，哇，唔单止咁啊，嚟到咧坐喺后边嘅病字嗰个角落头嘅，好似见唔得人咁样嘅，你唔系见人喎，你呢度见上帝喎，你嘅上帝系咁犀利个，尊大。能力荣耀强盛的上帝，你怕见他咩？他充满慈爱，充满慈爱的上帝，充满怜悯的上帝，充满爱的上帝。哦，弟兄姐妹，你设计了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环境，一个进到天家那种的福了。如果你只是带着愁忧愁来的，你真的失去这个福分。 Amen。 我们来到要放弃一切，放弃世上的一切忧愁，我们来到这边，我们赞美他，因为他是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 Amen。 哈利路亚，被圣灵充满很重要，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有圣灵。有些基督教没有圣灵，那些不同宗派的，我很为他们祷告，我真的为他们要祷告。我们圣灵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圣灵就是跟我们同在。也 天父在天堂，耶稣坐在右边，代为我们代祷，成为我们大祭司代祷。圣灵在我们同在，住在里面。如果没有圣灵，真的很难。在一个世界上，这个世界系统是属于魔鬼的，魔鬼就是要欺负我们，魔鬼就是要欺骗我们。所以你看他打开报纸，冲入欺骗、杀害、毁害，然后。这个不是，因为很厉害的，父亲现在很多强奸，还你儿子拿来强奸，就真的是很败坏。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败坏，但是这个世界是败坏，还有偏激啊，还有这些一切一切的这个不好的东西，在报纸是应该，你要看报纸看好新闻，哪里好新闻？根本都没有好新闻，通通是坏新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边，你们就会得明得能力，很重要。我们得能力，为什么我们需要上帝赐给我们呢？因为我们是一个空的这个器皿，很重要。我们要去上帝恩膏，我们要让上帝给开我们心眼。我们没有圣灵看不到东西，我们没有圣灵是盲的，我们没有圣灵是听不到的，聋的。我们一定要有圣灵浇灌我们，使我们看到，我们看到上帝赐给我们的意象很重要，很重要。你看意象不是用眼睛看，是心眼啊，心看。 Amen， 哈利路亚。当上帝看我看到那个福音门的时候，我知道今年上帝要开这个门给我们。所以你弟兄姐妹，你有很多那些非基督徒亲戚朋友，这个是时候了，今年是特别恩高，上帝特别恩高，这个教会今年是传福音的门会开给我们。 Amen。 来给我们上帝一个累累，不管你多难，你亲戚朋友几硬颈啊，好硬颈啊，当上帝跟他讲话的时候，上帝开门跟他讲话的时候，很容易啊。保罗是杀人犯，杀基督徒都会能够被上帝使用，转过来谁能够不能够，谁是不能够被上帝感动的，谁是谁能够不能够给上帝影响的。 Amen， 弟兄姐妹，哈利路亚。所以你们能力，这个能力是用来什么？能力是用来传福音。 Amen， 并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有力我们做见证。刚才这个使徒，这个彼得和约翰，哇，他们抓他去监牢，抓家去打，他们不怕。有最后有抓吗？抓不到，没有证据，就是上帝开路。所以当我们真的降服于上帝，真的听他的话的时候，你们不怕他会给你话讲？他们这么这样大胆，没有受过教育，跟那官长那个受过高教育的讲话哦，哎呦，跟他们辩论，谁给他们指挥说？没有读过书，又是衣服，我的很有几个衣服来看我，黑黑的衣服啊，黑黑的，哇，好臭的，着短裤来的，哎，看我病，哇，黑。把黑实实啦！你同佢讲
同佢講，跟他講這醫科的東西，他都不明白。同佢講，我話你唔使講咁多，你幫我搞掂咪？我去出海捉魚啊，最緊要我有健康去捉魚。但是他就這樣咯，他不要講多，也不會講多，也不會問多。我話我咩病氣冇過，呢度痛呢度痛，啊醫好就得啦。然後我聽日出海啊，呢班這個漁夫。这班姨父这么厉害，这么有这样智慧，可以讲到这些话，因为他们有圣灵的同在。他们圣灵，他对我们说，这是耶稣耶啊啊耶撒拉伊啊撒该利亚四章第六节，他对他我们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靠势力，不是靠你的这个学位，不是靠你的才能，不是靠你的钱，乃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弟兄姐很重要。上帝说我们需要圣灵，因为魔鬼一定敌对我们。当我们传福音，虽然这个福音的门开了，为生命团契开了，但是你要明白魔鬼会敌对，但是我们不怕。好像这个彼得和约翰不用怕，上帝会赐给我们力量，智慧聪明，怎么样来抵挡魔鬼的攻击。 Amen。 阿利利亚犹大犹大书第一章第二节，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要在圣灵里祷告。我们一定要有圣灵的充满，弟兄们，怎么样有圣灵充满？你倒空啊，你怎么样装这个？你看我装水下去，装什么东西装不完啊？因为已经很满了，对不对？我要喝完才倒过去，才能会满。你这么多知识，你这么多才华，你自以为自己是 VIP， 怎么样圣灵充满你？充不到的吗？我什么都会，不能够充满，对吗？弟兄姐妹，倒空自己，圣灵就会来。怎么倒空自己？上帝，我什么都不会，请你指教我。我什么都不能，请你帮助我。我的智慧跟你智慧没有得比，你的智慧高过天呀。弟兄姐妹很重要，倒空自己。我隔壁隔壁几位几位几位隔壁隔壁我做过什么？你一讲就满晒了，满晒就 feel 不到了。你没我不行的，死了，没你不行。不可以啊，弟兄姐妹，不能够恩膏。你看啊，我们没有被上帝恩膏，我们做神的工啊，上帝不承认。你知道什么叫做 L license？ 不是 L license， illegal license，illegal license 用自己嚟弄做嘢就 illegal license， 用自己方法做嘢 illegal license。我哋爱正好嘅 license， 你喺嗰啲飞那些飞拿很多没有 license 的，警察抓咯。如果没有 license， 谁抓我们？魔鬼来抓咯。怎么样抓？喂，你是我的，你是没来生的，你走在这边，你是我的仔。我们要做上帝的仔，就有圣灵，一圣灵充满我们，那魔鬼就会走，因为不是属于气的了。没有圣灵，只是讲得个讲字。哇，讲到圣经，我懂背。法利山呢，山都该顺背了，背多了，那个法，这个第一本书到第五本，统统排背到完了。他以为他厉害哦，怎么知道魔鬼来赶不到呀？怎么样赶魔鬼？你都很怕魔鬼哦。哎，真的，只是赶不到魔鬼了，要你跟神的关系才赶到魔鬼。以前我不知道，我有知识可以，我又读圣经，我用圣经话里跟他，谁啊？你是谁啊？我看到很多牧师给被 魔鬼打嘞。那个他打我就啪的打他，打他跌在地上。不是靠你的知识，而是靠你的那个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关系跟上帝说 ，Amen， 哈利路亚，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 ，Amen， 弟兄姐妹，啊，这个我看这个 Angeline 她就是被魔鬼不能够吞，不能够是来到这个教会，我们帮他祷告啊，刚才赶出魔鬼，开一开那个video 啊，俊豪。我就给你开，他不能吃，不能够喝，整个这个地方，整个这道馆全部不能够操作。
魔鬼，因为他们是以前是这个天主教、很多很多偶像、那些天主教的偶像，我们就是祷告他吐出来就可以治疗。 OK next 再、OK 这个是他而且在药房我帮他做那个释放祷告，在教会他也来释放祷告，有时候很多次那个灵压迫的灵，那个他这个他来全身痛，但是没有东西的，你照 X 光通正常的，全身痛不能操作不能做工，所以要把一吐出来全部好，我给他什么药都是假的，一定要吐出来的，一定要那个灵要走出来才能够好。他看到灵了，他看到很多东西了，他看中豪那些，他来教会他看中豪很多黑影，中豪哪里没有了现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上帝啊 OK 可以了。 OK 弟兄姐妹，你看今年是九月到现在，我们很多神迹发生在这个教会呀，我们很多人我们可以邀请了，没有去邀请人就会来，还有尊豪还是个真的是一个神迹，然后上帝我们祷告上帝就看，上帝给我们这个主题，我们是金尊的祭司，不但只是这样，今年从九月到这个明今年就这样就开福音门给我们，就是说我们可以有这个能力，不是你自己，上帝给你我们这个力量来传福音给别人。弟兄姐妹，你家人如果没有信主的不用担心，只是讲的嘞，你用你的口讲，一八八四嘛，八四口，八十四口嘛，八五七八零，五七八四，八零到八九是口，上帝又用我们口啊，但是我们说出去，宣告上帝的话语，宣告上帝的救恩，开启上帝会为我们开启福音的门，不能不说。那弟兄姐妹，用你的见证说你的见证，我怎么我不认识圣经，怎么开口你的见证。明白吗？你自己有见你怎么样信主，开口只是开口，其他的上帝会做。你要明白，不是上帝、你是栽种，你是种子撒种子，你浇水，但是上帝收割，明白吗？收割是上帝是就是那个感动他的，给他拯救他的，不是你和我，你和我只是口，我们口是用来做什么？如果你问我医生，以堂你都一颗口用来做什么啊，讲话了，除了跟病人讲话，还跟谁讲话？朋友，对吗？你讲什么？讲人家的闲话。讲什么经？三经经哦，一三字经，没有，用上帝的话语讲，鼓励上帝的，用栽种撒这个种子，上帝的种子，上帝的话语很重要。跟人讲经真知什么好讲？真知只祷告不了，讲什么？经济怎么讲？有没有好没好没经济好没？讲了会变好就好了。如果讲那个讲我们的 Prime Minister 讲他会下台啊，还能讲了？讲他会下台会倒大，对 ？OK， 讲没有用了，这东西你讲上帝的话语，鼓励人家讲你真哇，真的是件造就什么？真的是翻转环境，真的是翻转的。因为我的药房啊，我每次祷告了还没有还没有医治病了，我就祷告。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因为很容易哦，我做医生很容易哦。上帝医啊，医帮我医哦，我没有困难哦。难的东西，上帝做医疗，我就给维他命了。哇，又有钱收，又有维他，又只给这样东西，所以我很喜欢哦。你问我，有些时候我太太说：“周末你这样长期讲这么多，哎呦，像不是长期，我很享受。”你问我，我喜欢。分享上帝话语多过我做医生呢，我跟做医生是我 part time， 那 full time 是上帝的话语的仆人呐、啊。哦，我讲到不会停了，讲到我很兴奋了，你知道啊我不是说什么，讲得很好很爽，病人很好，哎，都干哎，今天我台里抓先啊，我这拜神，帮我来拜啊，帮埋我来拜神咯、啊，他们很高兴，他们就坐在等哦。哎，严重病你等得到一个钟头等我啊，呱呱吵咧，等乖乖等，乖乖等，因为这边正知道，所以别人说么激动啊，哎，拜神先了没？啊，OK， 上帝，哇，护士没有缺乏的，全部都不要走的，做到，病人是乖乖的，不会吵的，病人三次就好，我就这么对病人讲，这么做。看我三次，圣父、圣子、圣灵哦，啊，三百啊，真系三百哦，
真是三次哦，我不知道谁给我这个 formula 是上帝给的咯，三次不来圣父圣子圣灵就可以了，有时候第四次是因为给他调整一下。 Amen， 哈利路亚，来我们站起来唱这首天为我们开天门啊，新地猜我们看唱这首歌，上帝为我们开天门。 Amen， 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当我们唱这首歌的你有什么负担，你家里很多人啊，你家里很多负担，那些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请出来，出来，我们唱歌的时候出来，让上帝恩膏你，成为他的福音的口，诉说他的爱，把这份爱无比的爱想出去，让他们的生命改变，让他们的生活改变，让他们的这些这个困境突破，就是很重要的。哈利路亚，让我们唱这首歌，虽然是新歌很难唱，但是不用担心，我们靠着圣灵赐给我们力量，我们能够唱出上帝的旨意。哈利路亚，你如果很多人还没有信主了，请你出来代表他们，那些亲戚朋友家人，即使旷野带路，要明白弟兄姐妹，我们上天堂无力因为耶稣淹没我的心，不是因为我们好，但是我们要把这份福音传给他们，寻求你的心，使他们有盼望，就牵引我贴近你，使他们能够享受永恒的福乐，使我们能够在天堂团契。我们不要让他去到一个地方完全没有盼望，一个地方没完没了，一个地方充满黑暗，充满火热，求你点燃，充满臭味，点燃我们起初为你，如果是暂时的地方去的了解，但是永永远远，祝你打开天门，你我怎能忍受，焚烧炼尽我们，你我怎么能够让你的挚爱，让你的家人去到那个地方，弟兄姐妹抓紧这个时机，抓紧上帝为我们开的福音的门，我的生命成为大胆的坚强的火祭，充满胆量的，祝你彰显大能，让我们的一直释放我们，让我们家人知道在职场之耶稣来要给他们永远的福乐。是的，哈利路亚，求你点燃，点燃我们起初为你火热的心，使徒行看他们很火热，主为你带他们开始领受圣灵，他们火热的传福音，就算被逼迫他们也不怕，我们要这样的火热，我们要这样的力量，圣灵，我们愿意成为你恒靠有力的器皿，使用我们生命团契的每一个人，使我们成为福音的器皿，求你在世降临，来成就你的旨意，在地上如同同心。是的，阿门。弟兄姐妹，哈利路亚。求你点燃，点燃我们起初为你火热的心。祝你打开天门，焚烧炼尽我们，向我们显明你心意，求你点燃，兴起我的生命，成为献上的
只释放我们，就你在十字架里点燃我的心。是的，点燃我们的心了。我们知道你第二次再来是很靠近，如果靠着你的热力，西伯来论是200多年，就是我们人生的年，还有200多年就是完成6000年。六是人的号码，人的世纪，当进入7000年就是你的年份，就是你到来。我们不知道几时，但是我们要预备，我们要装备。哈利路亚。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这个世界有一天会灭亡。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上帝的旨意，不要做个糊涂人，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不是叫你不做东西，还是要做东西，在这世界还是要做东西，但是成为世界的光和世界的盐，不要被世界魔鬼的系统影响，不要被世界牵引，做一个糊里糊涂的人。我们要做一个上帝使用、上帝恩膏、上帝指引的人，上帝的器皿。 Amen。 弟兄姐妹，上帝来祝福弟兄姐妹，使他们在这个星期里面充满你的力量，充满你的带领。是的，他们有时候很怕，不敢讲，但是今年你是开了福音的门给他们，他们只是讲你负责一切，他们只是把他亲戚朋友他家人讲你负责一切，因为他们信你的道。就好像使徒彼得和约翰，他们不管，你要做我就做我吧，你要关我就关我吧，但是上帝与我同在，圣灵与我，给我力量，耶稣给我他的，我跟耶稣有关系，我知道耶稣与我同心同行，我还怕什么？谢谢你慢慢讲的，奉耶稣的名求， Amen。 来，我们再上帝一个假声，如果你需要什么代祷请出来，我帮你祷告， Amen。